圣诗354，这是受洗的时候我们要吟唱的诗。今日的经经354，迄个英文会读出来无？354，大家听到英文出来啊！哈，一念心，一念心，放下。OK， 这个叫讲，咱人一言大罪出世，就上无畏天天子。叫天意愿，就受天愿，我靠家己，回回何办？啊，来，咱来唱一下这个，来。咱人一天大罪出世，就受无畏天地之意。Thank you.
在伊倒，也是伫咱心。创造天地，阮的主，阮的上帝啊，阮感谢你，是你的爱召聚我们在这里，是你的爱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启发什么是上帝无条件的爱。神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就在今天。就在基督复活的七日第一日的早晨，我们相聚，我们以感恩赞美的心，我们把我们的人生，把我们的心意完全摆在你的面前。今天我们用欢喜的心要来庆祝我们中间有兄弟和姊妹，就在今天要将他的性命献给你。他们说我要管理很多耶稣基督的学生，我们通过耶稣的基督是给他们带我们回来到上帝家，我们很多上帝家里的人，何等美妙的日子。神啊，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敬拜，求你预备我们，让我们安静，让我们数算神的恩典。虽然过去我们很多人很早就洗礼，但是那个洗礼对我们来讲好像已经很遥远，希望已经洗礼过的我每一天每一天都在重新立志说，主啊，我是你的儿子，我感谢从今仔日所有的人的敬拜，所有的人的服侍，拢做胖胖的坐喺伫你的面前，愿圣神充满我，愿圣神用你的名包围这个礼拜堂，让我的心心灵完全属于你。感恩祈祷，靠主名，阿门。